嘿，你怎么选又这么下心 ？Lucky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今天阿翔在教《爸爸们》第二集的简单 RPG， 同学们做好准备上课喽。不知道爸爸们有没有去复习一下上节 episode 阿神教了些什么东西？上节 episode 的时候，神神教了大家就是 RPG VXACE 这个编译程式，大致上是怎么样子用，然后上面的一些 icon 的意思是什么，有没有记起来？这集第二集要教爸爸们就是怎么去做出一个简单的地图，然后地图的一些属性什么之类的，然后跟一位 NPC 进行对话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今天就跟着阿神一起来学学看怎么跟 NPC 说说话吧。好，首先刚开始这个地方是我们上集 episode 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们要先把它关掉。在关掉之前，想给各位 Bob 看一下，左下角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地图的一些名字，还有一些元件。所以我们按下右键，会看到这是第一张地图，叫做 Map 001。按下右键之后，看一下地图设置。想给 Bob 们看的地方是这里。首先，地图设置的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想要改它的名字的话，你可以在里面改，例如改成 LAND。是一个大陆的意思，显示名称是什么意思？那什么又是标注名称？标注名称是指你在编译程式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看到的名字，但是游戏中并不会出现这个名字。游戏中出现的名字是这里，如果这里不填的话，就是你换地图换到这张地图的时候，上面不会说出，上面不会说是这里是哪里。就像是假如你进到一个森林，你会说这里是妖精之森，所以你上面会打说妖精之森这样子之类的。如果你不想要出现的话，就不要在这边打字。下面这个图块组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这边是世界地图。什么是世界地图？世界地图有没有看过阿神玩过 Avaland？ Avaland 不是有一段是主角走在世界地图上面，然后会遇到史莱姆，是不是？总而言之，世界地图的用意就是像是各位 Bob 现在看到的，就是我们在一个陆地上，就是很像踩在世界地图上的那种感觉，就跟人跟城堡非常不符合比例，对，四个人等于一座城堡，咦？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就是你在地图上移动的那种 feel。在下面这个是外观地图，外观地图是什么？外观地图就是指，你在村庄里面的那种感觉，就像是，你会看到一些房子的外观，一些大城堡的外观，这就是外观地图，常常用在一些村庄啊，用在一些原野啊之类的那种感觉，都是外观地图。接下来这个地方是内部地图，内部地图就像是你在房子里面，这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房子里面啊，杂货店、武器店、跳水店之类的都是内部地图。接下来这个是迷宫地图，就像是一些 dungeon 那些地牢啊什么之类，就是用迷宫地图去做成的。那就是看 Bob 们想做出什么样的地图，你想要那张地图看起来像什么样子，选好你想要的属性之后，按下就是你要的那一个。所以我现在想要选外观地图，未来这些属性都可以自己去增加。那这一部分是移到比较后面再去教吧。首先我们这一集阿本首先教里面一些原本有的设定，所以我们先选外观地图，然后宽度这样有点太大了，我们设定个20/20。对，然后循环是什么意思？循环就是说，有没有看过那叫做什么《梦日记》？阿神没有拍过，但是阿神有看过，那是什么？感觉起来有点无趣。总而言之，《梦日记》它有一段就是你一直往某个地方走，然后会一直不停的轮回，不停的轮回，不停的轮回。它并不是做出一张非常非常非常长的地图，而是使用这种叫做循环类型，就是让你走到左边的时候会从右边出来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这边右上角上面写说指定战斗背景图像，假如我们没有要使用战斗，只是纯粹做一般的解谜RPG的话，这边是几乎不会用到。其实进入到战斗的时候，它的背景的图像。然后再下来这个地方就是 BGM， 然后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声音。什么叫做背景声音？背景声音跟背景音乐又差在哪里？背景声音就像是你走到一个森林里面，你会听到蝉叫声，啾啾啾啾啾啾啾，蝉是这样子叫吗？你会听到蝉叫声的那种声音，类似那种小小琐碎琐碎的声音，这就是背景声音。或者是一般人在教室里面那种嘈杂声音，都是背景声音，他们不是背景音乐。所以在一张地图上面，你可以同时听见背景音乐，也可以同时听见背景声音，这里可以去进行设定，也可以去用事件进行一些设定，所以你也不需要在地图这个地方去设定这些东西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地方可以设定，可以不设定，就看 Bob 们需不需要。如果你们不想要在这边设定，其他地方未来阿神会教你说怎么在地图去，可能触发到某个事件的时候跑出音乐还是什么之类的。最下面这个地方，就如它字面上的意思，打勾下去你就不能在地图上面跑步。
下面这个地方远景就像是假如阿神今天让我看一下哦，假如我今天这样子好像有点没有办法用。假如今天就是下面有一个，就是下面有一张地图，然后上面是黑黑的，就是黑黑的地方，你可以贴一张图在上面，就是类似像是远景啊，有山丘啊什么之类的。我现在电脑里面应该没有山丘的图可以用，不过就是那样子的感觉。后面就是可以放你真实的图片。我记得那就飞吧也有使用过这个东西，像是还记得 Bobman 有记得有一个片段是我们的小啾还是叫做什么之类的啾啾。从就是下面的藤蔓要往上面爬的时候，背景不是会看到一些山啊一些什么东西，那就是把就是远景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你就会看到就是会有图片在后面，然后你也可以去进行一些设定。主要的设定的方式是这样子，那我们再创一张简单的地图。所以首先是在这个地方按下右键，然后我这边有一个新建地图，按下去。如果你是在这个地方按右键的话，那张地图会被建构在这张地图底下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跟就是这算是一个编排的层级，其实它并不会影响到什么，只是假如你这是一个大村庄，村庄里面会有很多房间，所以很多房间你最好是把它放在一起，这样就不会弄乱掉。那假如今天是另外一张地图的话，所以阿神就在这边按下新建地图，然后可能取个 TOWN数字 TOWN 是村庄的意思，然后这边显示名词，我想要进去的时候上面出现 Oiwa Town， 所以这边打 TOWN Oiwa TOWN， 然后外观地图，因为它是属于村庄嘛，然后宽度我们随便做个设定20×20，这个地方还都可以就是继续去进行调整。所以如果觉得你画的话觉得地图不够大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到这个地方去把它加宽或加高，然后不循环可以让它跑步，这样子就好了。按一下 OK 之后就跑出你想要的大小的范围。所以首先最先我们先把它弄个绿地，好，有了绿地之后我们可以画个忘了换成那个，对，这边要换成就是笔，然后你可以这样子，不对，应该是这个，你可以就是画出一些道路来之类的，对，然后可能可以做个栅栏，然后也许加点草在上面，然后我们随便先做一点东西好了，加点草在上面，然后可能有一个小河流流过去，大概然后我们这上面的素材各位 Bob 都可以去用，然后如果你想增加新素材的话，在第一集 episode 有教过，就是在媒体库汇入之后再到数据库这个地方有一个图块，这个部分之后会再教 Bob 们怎么去进行使用。然后我们先用就是预设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可能可以加一点树在这里。有没有看到就是如果你点一下左键然后按一下，它只会有一块，但是如果你按住左键拉就是像是框选的话，然后它就会就是可以直接变成就是复制这个图之后贴在这个上面。然后现在有些东西你可以看到觉得这是什么东西，上一步一下像是这样，这是什么东西感觉很奇怪，你可以这样子使用，就是你把这个弄上来之后你可以把它这样贴上去，然后把没有足的地方补起来，你会发现这就是四棵树在一起的样子，噔噔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弄出一大片森林的话，你可以像是画出一个这个形状之后，慢慢的把一些要的东西补上去，这样子把一些它缺少的东西补上去，补错了就会感觉很奇怪，就会像刚刚那个样子，然后会发现这个地方为什么就是缺一角，那这个地方要怎么补，我等一下顺便也教 Bob 一下好了，不过这个算是蛮进阶的，也许要到下集 episode 再教 Bob。 有没有发现这边凸了一小块，就是这一块感觉很奇怪，为什么会突然就是有一块，我想把这个取消掉要怎么用，其实有两种方法，你可以直接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另外如果你这边想补树的话其实也有办法，那这个办法之后会用事件的方式再教 Bob， 然后 Bob 现在还没有接触到事件，所以那个先没关系，就像是这样子就有一整片树林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可以再加点元素上去，看 Bob 们想要加什么就可以照自己的方式去加。那现在孤零零的一张地图上面连主角都没有，我们要怎么把主角叫上来，首先我们要先把它调到事件，这个是画画的嘛，对不对，大家都知道，
然后这边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调，所以我们要调成事件，它就变成一格一格一格。这时候你就不能去改变，这时候就不能去改变它上面的一些画画的东西。对，这就像是一张布，你就在上面画画，画完了之后你要加一些会动的东西上去。所以我们首先先把主角加上去，按下右键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设置起始位置，这样把主角丢上来。噔噔，主角在一进游戏的时候，他就会人就会在这个地方。你会发现在第一张地图主角不见了，对，因为一进游戏的时候主角在这里。噔噔，好，所以主角有了之后，我们需要一位 NPC。一位 NPC 制作的方式很简单，你想要那位 NPC 在哪里？让我们思考一下，那位 NPC 在，在这里好了。所以我们对这个点点两下之后，会跑到这个页面，一个就是叫做事件的页面。事件的左上角可以选择它的名称，不过如果不是特别的话，就不用太去动它。但是如果你想要让你这张地图变得比较有逻辑性，你知道那个事件在发生什么事的话，这边可以去更改它的名称。然后你想要在这个地方出现什么东西，我们想要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 NPC， 这边有个图像，有没有看到？对这个图像点两下，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预设的角色，这些角色也都是可以自己加进去的。那今天我们就加一只羊好了，不要问我为什么。然后我们就加了一只羊的 NPC 在这里，会发现下面有个选项叫做步行动画，就是代表它会在原地一直走，一直走。不对，讲错了。步行动画就是，地图上人物移动的时候，它的图像会就是会活动。所以你要让它活动，所以我们这边自主移动的地方不能让它站着，不然它就是像一个石头站在那个地方。所以我们要让它就是我们看看哦，随机好了，毕竟它是羊，如果它是羊这样子接近的话，感觉很恐怖，像是要把主角吃掉。所以我们按随机，然后这边可以调整那个 NPC 的移动速度，然后它的速度是主角的二分之一倍速。频率是什么意思？频率就是说它多久动一次，所以就正常就好了。然后优先级是什么意思？优先级就是有一种图层之类的概念，如果它在人物的下方，主角会走过这只羊，所以非常奇怪。如果你是与人物同层的话，就代表它是跟你活在同一个平面上的生物。对，如果是在人物的上方，你走过去你会被羊踩着，也非常的奇怪。所以我们用同层，然后触发条件是按确定。好，那这样子他会随便乱走了，然后他会步行移，就是走路的时候会有就是走路的动作。然后踏步动画是什么？就是代表他站在原地的时候他脚也会动。有可能会啦，但是我们让他就是移动的时候他的脚才动。固定朝向是就是假如他今天往左边走，如果你按固定朝向，假如他刚开始重生的时候他的脸是在前面，你按固定朝向，他可能往左边走的时候他脸就是一直朝着前面，这样子也很诡异。然后允许穿透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你可以穿透他，要不要呢？我不想穿透羊。对，所以我们就勾选这样子，我们按下确定，就会发现这边有只羊了，非常的可爱。不过这只羊你没有办法对话，我们要怎么让它就是有对话的功能？一样再对它按两下。对，其实刚刚那个动作可以完成，就是在一个步骤里面完成，但是阿森把它关掉了，所以在同一个事件这个地方按两下，对，就会回到这个地方了。回到这个地方之后，会看到这边有个执行内容，这是要我们打程式码吗？其实没有要到打程式码那么复杂，它只需要一些小小的逻辑概念。你点两下之后，里面都会有一些它已经设定好的东西，就是设定好的模组化的东西。所以我们想要就是跟它触发的时候，按下确认键的时候，这边会出现什么事情？所以这边我们出现的是，我是只不会说话的羊。咩。好，这样感觉蛮可爱的。好，所以你按一下确定之后，它就会说了一句：“我是只字好像打错，它是只会打错字的羊。”这是什么字啊？我是只不会说话的羊咩。之后我们就可以按确定。噔噔，这样看得懂吗？就是我们如果按确定的时候它就会说咩。 OK， 那我们就试试看这样子可不可以用。所以我们按一下运行游戏。是的，他刚问我要不要储存。好大声。前面那些 BGM 可以改掉，你们看到很可爱的羊。好可爱。所以我们跟他讲话，按一下我们的对话键。我是只不会说话的羊咩。
噔噔，这就是怎么做出一个简易的地图，然后跟 NPC 讲话。所以你想要做出其他的 NPC 也都是可以照这种方式做出来。不要问那只羊为什么会踩在河上，我下一集阿贝斯会跟各位讲，而且为什么会有毒。哦，这个东西是牵扯到就是图块的这个地方。那下一集阿贝斯我再跟各位 Bob 介绍一下，然后也跟各位 Bob 说为什么他可以踩在河上，要怎么把他就是让他不能踩在河上，之后我都会跟 Bob 说。这集阿贝斯我简简单单就教各位 Bob 到这里，不知道还清不清楚呢。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留在下方，然后如果有说错的地方请你马赛欢迎指出，就是哪里有错的地方，让更多 Bob 知道，就是阿神说错了，然后不要被阿神就是骗了之类的。OK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有喜欢，在左上角有订阅，随时订阅片频道，随时跟着我们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episode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